咁啊，接住落嚟呢首曲咧，为大家带嚟呢一首咧，就系《咫尺天涯惜别时》，就系陈锦荣老师嘅作品，亦都系由阿何华盏先生嚟入碟嘅。咁呢首《咫尺天涯惜别时》咧，讲述嘅故事咧系讲曹植同埋啊殷服嘅一段嘅往事。咁啊，两个人咧系因为惺惺相惜咧，以为咧系一对好嘅伴侣，奈何咧因为姻缘嘅错配咧，原来啊曹操咧就系要将殷服许配俾佢嘅长子曹丕。咁两个咧原本一对嘅恋人咧，又要面临咧系分手，咁啊大家咧系惜别嘅呢个时间啦。好啦，为我哋送嚟一首《咫尺天涯惜别时》嘅两位朋友，分别就系连太朱敏玲女士，佢邀请到嘅嘉宾就系著名嘅演员卢冠谢伟新先生，有请两位。Some
神啊。So
只怕一那怎么问那香楼恨雨江风吹散
梦中玉兰谈天，檀香具映送泪，谁料暗伏有苦乐，早睡宴红袖曹丕强夺血脉，咬舌凤凰翅，苦为媒顺轻易，不用身边任粗刺，梦已随朝云去，兴亡要立地为处非。心腹
为情变气要去应三思，怕去迟为随浪去，狂奔随当知，将爱念待梦来迟。知我王兄狠毒，怕他难啊守横痴。得烟苦命难为，非我无忘情负你。为些诗词达意，记我无恨伤。等他生再续情缘，